就是拍摄的原处的一个街道，遇见行人，行人在走动，这个距离大概在400米左右，只要发热的物体，有光，不管是有光还是没光，只要物体散发热量，尤其是人体和行动的车辆、发动机，都会散热，然后呢，它对那个热呢进行热成像，就能发现目标，有效的就去判断前方是否有车呀、有行人啊，这样的话就是，增加了安全驾驶的一个功能。